你真的跟我们都不一样。我觉得阿笑你今天特别的有那种深度呢，有一个深度呢。怎样？我平常会深？怎样？我平常会深？怎样？我平常会深度？看见了，好像看见了不同层面。升华了这样。就是我跟你无话可说。请坐答。不看到对方，那看哪里？看墙壁。那这是你出的问题。不是。对喽，你有收到没放给你很多人的笑脸，所以。过去你也曾经有过一些女性，好啊，这样弄就对了。这个男生有好感的话，我基本上不会传爱心，因为我不想要让他知道。哦，对，因为可是如果就是回到刚刚那一题的话，就是我基本上不会随便给爱心，因为怕造成误会。好感的男生，你会给他什么图案？给我一分钟，让希拉好咖啡点燃你美好生活。真的好喝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。越来越有意思。五局半好了，我们一样哎。哇，我先分享好，我觉得是一个习惯，有些人就习惯会加油。对，我觉得是一个习惯。那但是有些人就会误会。对。因为我是很常会在。但是我比较不会随便给爱情，因为我觉得爱情会让人家不舒服。那如果我真的要给异性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会给不是红色爱心的爱心，就是不是红色爱心，白色啊，什么蓝色啊，紫色。哦，还有这种事哦？有有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年代的人啊？如果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的话，我基本上不会传爱心，因为我不想要让他。对，因为可是如果就是回到刚刚那一题的话，就是我基本上不会随便给爱心，因为怕造成误会。好感的男生，你会给他什么图案？我会给他，你说给他什么？我通常会给就是大笑的那种，就是会洗笑的那种。也没有到洗笑，就是会这样那个笑的很开心，对，笑的很开，笑的很开。明芳的朋友，如果你是明芳朋友，注意喽，注意喽，你有收到明芳给你很多很多的笑脸，大概几个？大概几个？就是有点意思，大概几个？五个、六个还是一个？明芳朋友就开始哦，那个主持人说明芳他会给五个，我再看看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就给一个，给一个也不好，一个一个，注意哦，一个一个。好，那这题过吗？好，过来下一题。阿笑，我想先听你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喜不喜欢打，他喜欢用语音，就是录音，或者是就直接打给你讲，他想节省时间，也有可能。对。OK， 所以过去你也曾经有过一些女性，好啊，今天要弄就对了，要弄就对了，挖好多坑，真的是有一些，就是对我有，就是有好感。我突然间去吧，然后我发现他可能对我有点意思，他就会传语音。为什么会发现呢？是因为他以前就是传文字讯息，对，然后发现有一天他就开始传语音信息，然后甚至不止一次，可能慢慢的有点多次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是不是他喜欢上我这个风度翩翩、才华洋溢？还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你真的？我们还是听听看女生的想法好了，其实是男女大不同。我觉得这一题呢，就是看，就是是这样讲的，这样讲的。因为如果是喜欢你的女生呢，肯定会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会做这件事情的女生不一样，因为就像刚刚阿小讲，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赶路，那我们可能就是像我在赶时间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语音讯息。对，或是有时候比较急的时候，我就会直接打电话。如果是我已经喜欢这个男生的话，那我当然我也会就是做这件事情。这题过了哦，过，好过。基本上都秒回，秒回，秒
我过去也真的遇过，就是他回我很快，嗯，可是好，问题来了，就是又回到实际相处里面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嗯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是就是可以聊很多心事的朋友，但就是仅此而已。所以我对于女生秒回这件事情，男生的立场而言，男生会觉得这个女生秒回一定是有意思的，对，是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有些人不喜欢累积那个数量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一直点开然后一直回。有些人有这个，然后或是他很闲，他就一直回。强迫症，对，强迫症，对。像我也有稍微会，我会把它点开，要么就是给他已读，要么就是秒回。我是会做这件事。所以如果今天即便不是你有好感的女生，你一样也会秒回他喽？是啊。哎，那你真的是，我们都真的是很好的男生呢。看不到你，没关系，我好像没有。就是有时候秒回，就是这时候刚好有空。啊，手残啊，完了，点开了。不是啦，就是你刚好有空，然后就是可以一直接回。对，但不能够代表。我觉得有一半，所以我觉得两个。当你今天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的时候，你当然也会想要快一点的回复他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各占一半。满意吗？我觉得很 OK 哈 ，OK 啊、OK。我觉得举这个你问我干嘛？只要你举这个。OK OK。他的闺蜜知道你所有的事情，现在太可怕了吧？请作答。是被我影响吗？没有。我觉得基本上，如果一个女生她会跟她的好朋友讲，就是特别去想一个男生的事情啊，还有他的个性啊，他的很多的东西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定是有好感，你才会跟闺蜜讲。你的闺蜜讲到很多关于这个男生的事情，基本上就是对他一定是有好感，然后就可能会想要听一看闺蜜给你的建议。啊、阿翔，你最近有是不是？没有啦，你懂了，没有了。我懂了，是在做节目效果哦。Oh. 好，过下一题。他说话的时候非常的温柔。所以我们两个举一半。阿翔，你那个你非常的温柔。你要被我影响？我觉得温柔也是礼貌，这个人没有让你到厌恶，你就应该不会用 不太好的口气跟他讲话。为什么会举一半？其实我老实说，我很想举这个啦，嗯、但是就说你最近是不是在弄啊？我自己会黑掉，到时候把自己用马赛克掉。医生对男生突然间的温柔。其实是有一些暗藏一些玄机的。原本打算马赛克到节目结束，但想想还是算了。比较可能的就是，他不一定是恰本，或者他不一定讲话就是，哎，怎么样？哼，世轩，啊，今天过得好不好？阿夏，也有可能有种就是比较外放的。你在说谁？的女生。你在说谁？你感觉在学某个人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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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好像不止一个。我觉得跟阿小有讲到点，就是如果我今天对同，因为可能有的人他本来就讲话温柔，或是他对于不熟悉的人他会比较客气。我的话我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我对你越客气，其实就代表我们越熟，所以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温不温柔这个比较不能当做一个判定。如果今天是我的话，又不知道别的女生怎么想，啊、但是还有这么没礼貌，就是我会用我的方式去、okay. 去跟这个人对话。如果我真的对他有意思的话，有时候可能不是，我觉得语气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，有时候是可能是你讲话的含义，隐含的含义，就是更。
胜于这个语气，内容胜于那个表达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好不好？笔记本有没有写下来？不管你用黑笔还是红笔，现在开始记录，画重点。好，过来下一题。方会在意男方交过几任女朋友？请作答。你真的跟我们都不一样。好，这个我们先请女生先说好了。他只是你的一般的朋友，或是很不熟的朋友。基本上他交过几个女朋友，你也不会说怎么样，就是你也不会想要关心他的感情历史。可是如果今天你喜欢的男生，你一定会想要知道他的过去，就是可能跟怎么样子的类型的女生交往过。对，所以想知道这个，其实是想要认识这个男生的一个方式吧，我觉得。想要知道，有某种程度，他也想闪过地雷，他想跟你走得长久一点。对，我觉得阿笑你今天特别的有那种深度呢，有一种深度呢。怎样？我平常会深度？怎样？我平常会深度？怎样？我平常会深度？我不会讲，不要生气。我只觉得我今天看见的阿笑好像我看见了不同层面。升华了，这样就是在跟你无话可说了，过了，过好。讲话的时候会一直看着对方，请作答。不看着对方，那看哪里？看墙壁。那这是你出的问题。不是，我觉得一半。好，阿笑你一直看着我，对，你一直看着我，大家就先 Q 你咯。我以为你要说我喜欢你。讲话看着别人也是一种礼貌。对，没错，让人家觉得你在倾听他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喜欢才会一直看着对方。好，我接下来演一下，如果深度一点，说这样吗？这样看吗？你这样有点像恶。这样看啊？这样看。这样有吗？这样代表有？你觉得如果女生这样子对你，有，这样是我喜欢吗？没有，有好感，绝对是没有。为什么你要去学辛普森家庭讲话？对不起，我先面那个迷方面放松开，请你去面壁思过。讲话看对方的眼睛，其实是一种礼貌，而且我觉得哦，如果反而是。我喜欢这个男生的时候，我会越不敢看着他，对，因为会害羞。真假的？所以你的眼神反而会就是会飘，就是会就看一下，就是害羞。对，看一下就飘掉，看一下就飘掉，不可能一直这样看他。哎，那男生跟女生的，男生跟女生一个幼幼班的，男生跟女生的想法真的不太一样。幼幼班有时候讲的蛮好的。我觉得我多说多错啦，哈，多说多错，我还不如就是就直接擦掉，谢谢。OK， 好。女生会转发你的限动，请作答。哎呦，好棒哦！我们今天就是都一样哎，没有多，没有。今天最多你都不一样。回到最一开始，我忘记第几题的回答，就是。我觉得如果女生喜欢男生的话，就是这种公开的动作，其实如果做越多的话，就代表就是你越是朋友。对，如果他不想让男生发现，就是他有喜欢这个男生的话，他应该会这样做。那我之前其实有看过一个网红，他有就是整理出一些就是也是类似就是他到底会喜欢我，就是这种节目，然后他就有讲说。我想说，其实呢，按爱心或是转发，就是这些其实都越没有。但是如果这个女生她会去看你的贴文，然后呢，她会去划你贴文下面的留言，然后她会去按某一则留言的赞的话，其实就反而比较有机会。因为如果她按你赞，她就会太直接、太明显。对，可是。
你想想看，有哪个女生会那么闲，就是会去花你每一则的贴文下面留言，然后还按赞呢？而且我学起来了，学起来了。我其实都懂了，我都懂了，我都知道了。OK， 这个才是水深之处。哦，好，好的。走过我们今天游戏的过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男女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同，但是可能有些人会多想啊。例如说这位，对，那你可以透过我们今天这个游戏的过程去看看，哎，是不是有某些方面是你自己多想了、啊，还是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些。选择的过程去发现、哦、原来大家是这样想，没错，有广大的男性和女性，对，给大家作为参考也好玩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赞，打断我的时候，好，就这样，喜欢的话欢迎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我们的 IG、脸书，还有我们的、YouTube， 会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，下期见。拜拜！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我是林芳，这里是细拉生活。您现在所收看的是《越来越有意思》。